放个音乐。嗨，晚上好。哎呦，吓死了！这个。嗨，晚上好。Hello。放一个音乐吧。随便放一个音。Pretend to be the heroes on the good side.房间大灯都没开，我把 pad 关掉了，这样会好一点吗？这样会不会看不清啊？谢谢投票，谢谢。是吧？我还是得把 pad 的开一开。等一下，我插的插头没电了。模式好黄啊，因为我们房间只看了一盏小，就是黄黄的那种灯，所以就看着有点暗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个充电器。是不是都要睡了？今天是周一。等我太长时间，因为我头发非常难吹干。谢谢丢丢的叶铁，谢谢。要不要戴眼镜？你们觉得要不要戴眼镜？我怕看着憔悴，我就戴了个眼镜。谢谢。你只染了金发，金发是漂头发是会有点痛。谢谢投票，谢谢小哥。漂的
想到是会有点痛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忍受吧，没有痛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镜头擦擦，等一下。清楚一点吗？是我没有打光的问题吧？我想今天眼睛，我眼睛好干。谢谢，废话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你给我投票，谢谢，真好干。打开着，谢谢谁啊？谢谢是个英文名吗？谢谢 K E C R A F T， 谢谢这个小 T 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投票，谢谢本云。九十九，谢谢你，小雨，谢谢。他不是，这是名字吗？不能叫这个名字吗？对啊，我是没镜片的。如果有镜片直播的话，会反光。我把它掰掉了。我今天还问别人，就是说我这个粉色掉了，要不要染回去？他们都说不要染，也不是都说不要，有人说要染回去，有人说不要染回去，说雨化这个涂脸比较酷，感觉粉色不搭。这个是掉色。涂到耳朵罩不住头发。谢谢小李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吃西瓜的小李的红瓜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本云本雨的九九，谢谢你小雨，谢谢小雨的九九，谢谢。今天排练，哎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大家不是都说很累吗？但是我就还行，而且我早上7点钟差不多睡觉，这个光眼睛疼，我怎么觉得挺舒服的？我怎么觉得看上去很温和？我也喜欢在房间开这种黄黄的灯。那每次直播开白光，谢谢诗情画意应援会给我投的9999，谢谢诗情画意应援会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，一周年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支持我们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
几号？五号。好的，一起冲呀！六号，一中点，好的。大家祝你们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。我今天去排练，时间过得好快，今年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有点，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，所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。就是小时候总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。今天就是排练，就是大家不是很累吗？我今天就觉得还好吧，没有很累，也没有就是说记不住。我想一想，为什么呢？我想了半天，为什么呢？我早上七点睡了一个小时，睡了八点多一点，八点。谢谢小林的九九，谢谢小林，谢谢你。然后呢，睡到八点十几分吧，然后起床，然后我以为自己没饭吃，就是我就室友他们吃面包，然后我，哎，我也不太饿，我就没吃饭，我就直接去考试了。然后考试考了一半就开始饿了。然后考试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，刚起来那会儿是真头晕，考试的时候好晕了，头很晕。然后考着考着清醒了，清考完试之后十点多，我就交卷了，然后回宿舍整理东西，收拾一下，然后把一些东西收起来，不然两个月回暑假的话，它就会积灰了。然后，然后我就。谢谢小林的九九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题目就是一些知识，你有理论。然后呢，我就去那个，说就是收拾东西，就去高铁站买了个。肯德基，但是我不喜欢吃肯德基，我就没怎么吃它，就吃了一个玉米杯和那个鸡翅，然后在车上睡了一会儿吧，睡了半个小时，就是半个多小时。啊，买的麦当劳，反正都一样的这两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就谢谢一座冰山，谢谢小山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你。不一样啊，的好的，不一样，我买的是麦当劳。谢谢小林的九九，谢谢小林，谢谢你。然后我就是睡了这么半个多小时，不到一个小时的样子吧。睡了一下，我就，就是脑子睡得很乱，很难受，很麻，然后有点恍惚人，那个时候还有点恍惚，然后我就一直听音乐嘛，谢谢投票，我就听耳机里放的歌，放着放着这个歌就开始不对劲了，耳机里的歌放着放着开始放什么好运来这种歌。我真是无语了，难受死我了。然后，但是我又半梦半醒之间，BGM 小点。我是不是我耳朵不好，还是我讲话声音太小？然后。我就那个到了，就是到了上海站的时候，我还以为，哎，我是不是从上海站出发回学校？那时候恍惚了一下，我把 iPad 放在这里打个光，谢谢投票，不然你们会觉得我这画面太黄了。
现在好一点。然后我就打车去剧场，那时候肚子有点痛。我怀疑你们是不是跟我看的不一样，我没有觉得又黄又绿，我觉得黄的刚刚好，有一种很舒适的氛围。是不是你们屏幕显示不太一样？有点绿，我给拍的调亮一点，这样打光。你们看吧，拍的关的就是这样。那我把这个灯关掉，我不就黑了吗？还是开着吧。这样，这个太暗了，这样。然后，让我想想，我怎么说这么多然后？关了显摆，你不觉得关了很奇怪吗？就觉得画面很冷。就是感觉自己这个地方很阴凉的感觉，有一种诡异的感觉。然后让我说完。我说了我都不知道说到哪儿了。到上海啊，对，这到上海打车，然后打车的时候那边很堵。谢谢饲养员的九九，谢谢你的投票，谢谢你。我就蹲在那个墙角蹲了很久，因为他堵车，然后特别多人。今天，我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这么多人？我蹲在墙角等车来，因为他堵车，堵了大概20分钟吧。然后就去剧场，去了剧场就是肚子有点疼，我就缓了一下，然后就直接上去连排了。但是他们改了站位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一边排一边看人家改了哪里，随机应变。然后就把整场公演都排了一遍。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出很多汗，很热。谢谢饺子碳酸水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小雨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其实我感觉还就是挺累的，但是我能接受的累，就是不是说超出体力的那种感觉，没有。还能就是在范围之内还行。然后排完了16人，就排了全场的16人，就回来了。但是出了特别多汗，整个人像洗过澡一样，我就先回来洗澡洗头了，不然很难受。对，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因为我看大家都特别累，我想说我今天按道理我应该是最累。谢谢丁丁猫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我不累呢？我应该也不是体力最好的人吧，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
那一个我同学感觉不到，可能因为我放假，也有可能因为我放假的话就是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了，只是老是要担心学校的事儿，放假的话就会轻，感觉轻松一点吧。感觉我很兴奋，其实还好吧，因为是考完比较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轻松了一点，然后我就想多说说话，就是感觉大家最近挺累，然后我就想说多说说话让你们开心一下。So tonight I will dress you up, dress a body and a light a service to Grinch. 谢谢平一无苏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对，接下来几天都在排队。我要不要涂口红啊？我都拿出来了。啊，好红啊！知道吧，我根本没想征求你们的意见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随口一说啊。头发有点塌塌的，没吹干。谢谢保护好小太阳，谢谢小护的啤酒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扎马尾试试，我头发没吹干，扎不起来。头发扎不起来，那后面是湿的，它就软塌塌的。是不是我换个地方直播，你们就会觉得这么慌？我真的没事。这边沙发这里老是光线不太好。啊，啾啾睡着了。这里好一点吗？有个灯，你们开开，开个就是暗一点的嘛。哎，我看插头，不然我觉得这里太冷了。谢谢
提乌苏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投票，谢谢谢谢谢谢你哟、哦。好白，其实我为什么要好白呢？哎呦，这里头发都湿的，搞得我头发显得塌一塌，很塌。塌头发塌就会显得脸大。我把这个灯开黄一点，这样呢？这样可以吧？天啊，这个直播太猛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的感觉跟之前又一样。还是这样。嘴角怎么黑了？我嘴角有一颗芝麻，我把它粘在这里，饿的时候就舔一口。哎呦，我的脸蓝了，朋友们，哎，好恐怖！怎么办？我好纠结。我觉得现在这样有点。说我是斯文败类，我又不斯文，又不败类。我在这里扶一下，我觉得我有点累。谢谢胖丁的九九，谢谢你的投票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会说我是衣冠禽兽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是变态吗？谢谢玫瑰花。我这个头发自然卷，卷的直一点。跟我说早上好的人，可是现在还没有早上呀。12点打了一个哈欠，我说话声音是不是很小？可是我不想把声音说很大。直播到10分怎么样，友友们？好，我早点休息，你也要早点休息。我觉得今天是周一，应该会很多人就觉得很困吧。
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坐到了床的旁边，所以我感觉很困。找到原因了，谢谢 AACC 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我一闻到往床的味道，都瞬间就是困了。你们看，床头不行，我要走，在这里我会犯困。坐在这里就不会困。我想吃东西，在书包里面。我还有一个眼镜，这个我感觉戴上会很呆。小土，小土孩了，谢谢周淑雨，你来替我背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。是带这个。我书包里有一个巧克力。有写作业的纸，还有洗手液，还有我以前的应援牌牌，还有桃酥。这个因为我其他的背包装不下书，就这个能装得下。啊，碎了，有点难受。知道这个歌单名字，这个歌单是网易云给我的，就是每日推荐，没有名字。那是桃酥，无锡盒的桃酥。我发现无锡盒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我之前喜欢吃那个山楂小饼。
巨多多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只是长得有点像，都是圆圆的。大概搜到了，这个又不是给我定制的。对，是卢溪盒子的桃酥。说到桃酥，我就会想起来以前看那个电视，我喜欢看那个《父母爱情》，然后《父母爱情》里面就是，这个男女主有了小孩之后，我们家有桃酥，然后是用那种纸包着的。然后不准他们吃，因为这个桃酥就会就是比较贵嘛。嗯，还是小孩偷吃那个桃酥，然后就感觉很好吃。哎呦，以前小时候吃的桃酥，我都怎么感觉不是很好吃，但这个挺好吃，没有很甜。姑姑很宠他们，对。他们的姑姑叫德华，演得很好，我觉得。那给你看我的沙拉，你就饱了。怎么说呢？下午点太多了，因为下午很饿，但是后来运动过量，就一直想喝水，不想吃东西。味道就是本味，没什么味。但是菜吃多了总会有点难受。我想吃辣的东西，下次我要找那种辣酱拌一拌吃。我不喜欢吃老干妈，我觉得老干妈不辣，由于就是咸咸的，但是不辣。我喜欢吃有味道、香香的。我喜欢吃那种，就是那种一般面馆里他们自制的那种辣椒酱。口没涂好。就是那种店里面，他们应该是那种自己熬的辣椒酱。我觉得那种好吃。我看看消息啊，等一下。
传了那个排练的视频，明天10点去排练。10点去排练，还好吧，也不是特别早。看站位，我现在给你们回忆一下站位是哪边多。第一首歌《迷宫》，我在这边，就是这是我的右边，就是你们的左边，对吧？第一首歌，我每首歌的边都不一样，你们很难，很费劲。这是第一首歌，然后第二首歌是那个，第二首歌是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。异度空间啊，第二首歌我在这边，想想在这边，在我的左边，第三首歌是什么？歌名叫什么？Evolution， 等一下，我是 Evolution 这首歌在左边，异度空间这首歌。异度空间也在左边，这两边，这都在我的左边，这两首。然后，然后第四首是那个国王皇后那个王牌登场，王牌登场就左右都有，因为我们就是男生。出来的只有半首歌吗？因为一开始是女的先出来，然后是男的出来，好像就是这半首歌前面在这边，后面在这边，现在目前在这边多一点啊，左边多一点。然后那他们排练的时候就说男生女生，然后想想还有什么歌，就是 Unit 完了之后是表情地图，表情地图在这边，在右边。然后是荆棘皇冠，荆棘皇冠在左边多一点，荆棘皇冠在左边。然后是那个叫什么，希望 I can fly， 然后是 I can fly， 左右都有。 I can fly 这首歌我是今天他们排练的时候我现学的，按我的印象就是左右都有，中间也有，就是这集中在中间点，没有往特别边上去。然后对我说的是我的方向，你们跟我是反过来的。然后希望之光，
希望之光，希望之光在这边，在这边多一点吧，在右边多一点。然后现在谁赢了？左边右边好像挺，就是挺平均的，平手了。然后是那个什么歌，然后就是那个让我想一想，你在这边多一点吧，在我的右边多一点。Never 好像在这边多一点。我自己脑子里过一下副歌的位置啊，在这边，但是其实在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，但是那边边上的就是一些小动作，就是副歌在中间一点，就是往这边偏一点嘛。然后右边这边是这首歌，在明天等你，在这边，在左边，我左边，所以说全场均衡下来两边差不多吧。在明天等你，对，等一下，我一开始在这边，然后去了右边多，说错了，右边多，听着挺平均的，对。左右横跳，你们可以选择我的右边，因为我的右脸好看一点，左脸就是长得有点丑陋，有点拿不出手。差别就是差别就很大。我左右脸感觉长得都不是一个人样。你们看，这个是我的右脸，这是我的左脸，感觉左脸都会变大一点，有没有？好圆，可是我的脸不能说是圆脸吧，的脸还挺长的。对啊，那脸挺长的，我觉得。
然后的左边鼻子和右边鼻子长得也不一样。对，我的左脸胖一点。就是也不是肉，就是这边的脸就是宽一点长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得怎么这么不对称。骨头的问题吧，很正常的，其实，大家长电池的人很少了，也可能是睡觉的问题，也可能就是，反正什么都可能。好热，就我自己都就是热的时候就没精神，刚刚还很有精神，现在有点没精神。什么歌？不知道，是他就是自己放的。我等会睡觉了。现在有点累的感觉，也有可能是眼睛太干了，所以有这种感觉。肚子，我刚刚直播之前吃了止痛药，到30吧，好吗，有缘吗？然后我等会就去睡觉了，他也不会现在立刻就睡觉了。谢谢小雨的99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有两个耳洞吗？然后每次老是啊，啾啾好可爱啊。然后我老是只戴一只耳朵，然后之前还不戴，这只耳朵的耳洞是好的，另外一只耳洞堵起来了。看看啾啾，给你看看。像不像一个小玩具？睡着了，你宝宝睡着啦。是不是很可爱？睡着了还揣手握起来了。就是双手双脚还有尾巴都卷在一起，他刚刚在玩这个小老鼠，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对，他喜欢睡这个帘子后面。
什么？我没有讲他的小窝，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小窝太热了。真的是，会不会说话？因为他的小窝太热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在是夏天，他肯定要找凉快的地方睡。竟然是我讲他的小窝，我只是借他的小窝，就是那个，哎，我想。我转过来了，你们能转过来吗？这个不行啊，怎么？哦，转反了，我说呢。这样的感觉好开阔。是吧？有一种电脑直播的感觉。谢谢投票，但是我的眼睛不知道往哪看，我这样感觉有点斜视。谢谢投票。这是啊，真的推送给我，我要这样看镜头吧，是吧？这样看我好难受，我要把它竖过来吧。变黑了，你们觉得吗？就是我变黑了，你们看，变黑了，突然。Vlog， 谢谢小夏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要是他这个屏幕变暗了，我就是黑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黑的也挺好的，黑了显瘦。想看网友小小猪，但是网友小小猪没什么好更新的。你看我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给你们在口袋分享，那个 vlog 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以
分享的东西，而且我最近播得很枯燥，又累又枯燥，就是在排练首演，然后等会等首演结束之后，我就开始排拉票。对，我感觉都分享在口袋了。好，我要走啦，去睡觉了，你明天早点睡哦。早点睡，晚安啦。晚安哦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悠悠睡醒了，换了个姿势继续睡。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早点睡，拜拜。晚安啦，拜拜，我走了，拜拜。